我们这个看第二小题，第二小题的话，我们先把这个三放到分母，它就会变成125的三分之一。我们就看底数，当底数一样的时候，相加就变相乘，所以变成log 3/32乘以log 4/9。那我们运用换底log 3/32乘以log 4/9等于log 3，32的话是2.54，就是log 2乘以2log 2，2log 3约掉。